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万8000里。这杀戮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会员比吗？皮肤好用吗？好不好用也就这一个皮肤，换不了。不是波比，好像是青钢影卡米尔。先一个骸骨，不知道他一级学的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先不往上上啊。一 A 再 A 平 A 平 A 平 A， 那是魔法盾，你还没带闪，那不死了吗？我已经看透了，走位躲一下。刚才这个青钢影为什么是魔法盾呢？因为我们上来E了他一下，对吧？是魔法伤害，我们又E了他一下，又是魔法伤害，我的魔法伤害比物理伤害高了，就变成魔法盾了，打出来的盾没有用。为什么是魔法盾？这就叫细节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没带闪现。青钢影的盾是根据这个英雄对青钢影造成的哪一个伤害多，他就给哪个盾。我们要是魔法伤害打得多，一整场啊，一整场，那就是魔法盾。哟，这波得拉扯，小兵有点多。不知道他们家打野来没来，什么玩意儿打野，螳螂打野。先扣一下，别急啊。来一 A 打缓溜死了，靠我点盐，那也只能是点盐劝退。回家了，卡波兵线溜了，爆炸，爆炸，瞬间爆炸。出门，我其实应该买一把短剑的，不过算了，我这时间不够了，我得赶紧上线吃兵去了。青钢影一上线，啪，小兵一卡，拿下，卡不住的样子，卡得住，干嘛卡不住？他吃了四个兵，我们吃了一大波兵。也不用管他啊，好好补刀。你干哈呢？你是不想死？你敢在我面前放E，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我是不是给你面子了，小伙子？我要吃兵，你不让我吃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找俺老孙打。
我发现我真是给你点面子。我靠！差点半个青钢影没补着。我发现我是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啊，敢踹我！不把你宰了是真是不行了，小伙子。你八个兵敢踢我，希望他们能敢多过几招。我走了，我们溜溜球太追呀，先扣你一下，一 A 往回拉，平 A 走位，装甲猴W 溜，他居然不信，我们赶紧跑，装甲猴失败，交给你了兄弟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个青钢影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走呢？有意思，不走。有眼儿，有个屁眼儿！那青钢影都没时间查眼儿，不可能有眼儿。这兵线卡不住，我要不在这卡着他进塔了，不行啊，这不能让他进塔。蓝不太够啊，先把他骸骨给他打了。啊，啥意思？踢我一脚咱俩这事儿就算了了是不？你是不是以为踢我一脚咱俩这个事儿能了了？你是不是以为踹我一脚我们俩就没事了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以为没事了？这脚不能让你白踹，我告诉你。他有传送，那我们得赶紧跑。呀，踢着我了，赶紧闪现！有点盐吗？快快救援救援救救！365、370，哎呀！狼了一波，我早点闪好了。哎呀，给了一波900块呀，相当于杀了我们三次，我们杀了他六次，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杀了他三次，我们补刀比他多40，相当于又杀了他两次，相当于我们杀了他五次。然后青钢影现在值钱了，每次300，我们再杀他三次，相当于我们又赚回来了，漂亮。你是为什么要跟我打呢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狠了，兄弟，拿了900块。一技能不用来逃跑，还往上飞，可以见的啊！这个小子已经对生命已经无所谓了。这叫是俺老孙的本事吧？
已经不要命了。这样啊，我们借一波这个塔给他留着，他指定还得找我拼。螳螂来也是我意料之中，先杀螳螂，一死螳螂，因螳螂虚区有点高。哎呀，是孤立无援吗？换了一个，出九头蛇吧。W 交早了，没交早，我得用 W 拆塔。你是不觉得你行了，小伙子？啊？我打死他了。开始有点意思了，开始无限赶赶我了，把他打了。这波螳螂来其实也是意料之中，但我没害怕。1750。这螳螂老硬帮，给自己帮崩了。什么叫帮优不帮劣，知不知道？这波对面估计要打小龙，我们先把红打了。狮子狗四秒有大，有没有跳弹？哎，没有跳弹挺难受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可以上来，我上，先扫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视野。打吧溜，435、409，不好杀呀！我直接转 R 把他杀了吧。谁呀？波比呀！你都稀烂刀了，你不需要那蓝 buff， 给我吧。中路还能混个人头，挺好。那中单千九，哎呦我的天！人家中单波比，你就中单千九，那能行吗？你搁那打啥呢？你给我立正！啊，你给我立正！我让你打了吗？我允许你在这里打东西了吗，小伙子？我允许你了吗？吃个小药来！我闪现 Q E， 跑，往哪里跑？还 E， 我估计快好了。你还回头？你还敢回头踹我？我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，我妈都不敢踹我。
不好杀，他有跳。那小鸡人剩两个也不行啊，给他打了吧。哎呀，螳螂死了，漂亮！老螳螂。没事，他没有伤害了。只要我们把那维恩一杀，青钢影的二段踢用完就聚。我说实话呀，这千九真是一个也不拿呀，你怎么不拿印记呢？你这种情况下就过来跑过来拿印记呀，怎么不来拿呢？玩个千九不拿印记能行吗？还有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三项好像打塔也给加攻击力，给叠层。好，来个黑靴九头蛇，配个蟹手。这八个是修复了是吧？这个八个666，396。好像八个修复了。别送那螳螂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问行不行？为什么投降了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丢丢，我们可以杀掉那个螳螂，没杀了。